比原本的吼，啊，到发财金吼，今嘛会当开始博杯啊。哦。今嘛，吼，今呐。很主席。很主席。哎。较大波咧。哎，是。会当来博比原本。对对对。啊，到发财金。是。啊，发财金吼，爱要用。嗯。发财金咱博回去的时阵吼，看你博偌济。嗯。啊，你会当取，如果不多，啊，就几张的话。那你就放在靠着，哎，看哪靠着？看靠着可以社会的意思。哦，不是，看你别靠着，用钱滚钱。哦。啊，你马上取三部分。是。哦，三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放伫背包啊。啊。啊，钱加钱。是。啊，第二部分放当柜台。你哪有生意？哦，你在做生意啊，开公司。对。哦，啊，你那是你本身在做老板，还是你办公室？嗯。办公室放在你的财位，还是放在你的办公室的中托？啊。安尼你又更在。是。安尼。哦。对。啊，是讲你那个柜台的时阵。是。柜台你嘛是爱另外客，还是要发财金当遐？哦。哎，安尼买的你又更在。是的。对。啊，买当吼，发财金买当假造出。啊，钱滚钱搁转来，会当安尼，哦，所以发财金很多用处。对，啊，若保平安咧，你放淡皮包啊，保平安。然后你保平安的时阵，爱记的哦，啊，甲三请天上圣庙。啊，咱今仔日是倒位的天上圣庙，啊，甲三请。是。嘿，你唔通安尼耍咧，就讲要保平安哦，嘛爱甲三请咧哦。哦。爱甲尊称伊的算号。是。啊，算号甲三请者，啊，我即摆要出门保平安者安尼。是。啊，啊，你讲要第二笔批袋啊，着要创哎。哦。啊，请你速可保平。报备一下。哎，甲报备啊，甲报备，啊，你即摆要办发财金，足重要的，很重要，讲三次。是。哦，你若公司行号，公司行号嘛爱改登记。哦，啊是你私人的，拢爱登记。是。哦，啊了后密码嘛爱写入去。密码。哦，啊电话爱写入去。啊。嘿。哦，啊口罩对一个口罩拢爱写入去。嘿，啊，当时会当领，较甲我讲安尼。喂，妈，唔是，哎，后边边啊，讲假啦。哎呀，要上课，为什么人密码？不，原来是你做使用安尼啊。重点来了，很重要，讲三次，你爱心冰箱啦。对啦。爱拜拜，讲我啥人？是。啊，我凯源。嘿，我要住哪里要讲吗？啊，住倒位。哦。嘿，安尼，好，啊了后讲住对。啊，大队啊，我咧创啥物？对，嘿，啊，我咧公司咧对，就是我咧招摊，是，我安尼甲报告，啊，要博这发财金，我要转来创啥物？是，你爱甲讲啊，讲我博转来要创啥物啊？是，真笑诶，你博会转去，你无甲讲你博转去要创啥物？结果你讲肯定要靠着有作用哟，你爱甲讲啊，咱啥物嘛爱需要你甲伊报备啊，是，啊，你报备愈清楚，伊就愈了解你方向，啊，愈了解你方向，因只我都对这个方向甲。走路，做一个人拜拜，拢讲我有拜呢，啊，不是有保庇吗？啊，那拢无保庇哇！啊，我出门啊，啊，塞车咧，乌青，小到青龙公了，袂使跟咱只是。嘿妹，你们也要去想想看啊！像我今天跟你说的事情，说，哎，我坐在耳针啊，然后在金宝贝那里转进来啊，目的地跟你来这里唱歌啊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重要？是。哎呀吼，所以讲啊，新尊嘛需要报告诶，啊，你愈清。错如何？虽然新尊足厉害，也去查询，会去查询，哦，阿妈去了解，啊，但是我恁讲，众生遮侪下，你莫互伊造成困扰，你愈报告清楚愈好。对，啊，恁知无？哎，了解，了解吼，因为新尊伊无咧用赖，伊嘛无咧用迄落手机，你安尼凊彩甲讲，伊无都了解遐侪，你来同阿报告较侪咧。你讲道理吗？对啊，有哦。哎，做沈阳公主持人你吼，啊，讲话有时候很好笑，啊，唔知讲假讲假咧。我恁讲，我是妈祖的弟子。哦。哎，我买妈祖的地主。是。哎，咱拢是妈祖的囡仔。是。啊，了解吗？了解。所以讲啊，拜妈祖的囡仔拢袂变歹哈。是。来，接下来打你这首。哦，我可以改个歌吗？哦，可以啊。我听到你讲妈祖的囡仔，我可以唱这首歌。可以。老师，你知道号码吗？啊，妈祖的音啦。对。要找一下。够一首哈。哎。够一首嘛，做好听。我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哦，每一个新明星拢会当唱。好。会叫欢喜迎老日。
老嘞，花戏，13的歌曲，好像去年才发行。好，我回去听。他有那个台湾亚新红的感觉。哦，好。但是呢，伊无写任何神明。是。伊讲讲迄个神明叫，哦，阿哥遐欢喜养老的，三进又三退，安尼。哦。啊，欢喜养老的，哎，啊，大家欢喜，啊，了后就是讲大家顶头做老的嘞。是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那首歌，那首歌也是很。适合每一场的新民分享的，好，对，好，来，带来这首《妈祖的囡仔》，来，又会当开始播比元宝，会当开始播发财金毛，哦，啊，这妈祖加持的发财金毛，哦，大家一定爱把握无，名额有限哦，听讲去年有播发财金的人，今年拢买车买厝哦，下手紧哦吼。这世间有谁